啊，学长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干过最牛的事情是什么？学妹您好，我干过最牛的一件事是一周换了七个女朋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怎么换的？就是随便换的。那女朋友们都不知道吗？知道啊。What？ 他们乐意啊。那你心里怎么想的？我每次想，感觉蛮好的。你最喜欢七天中的周几个女朋友？Friday 周五，因为周那天是放学了嘛，有点放松。别以为你长得帅，我就不打你。这那七个女朋友现在怎么样了？不知道啊，我忘了。忘了？都是中国女孩吗？不是，你说有俄罗斯的，反正好多国家。现在一周换几个？现在不换了，累了。因为那些事情是很年轻的时候做的嘛，现在老了撑不住了。相信我，人的潜能是可以挖掘的。